确定的时候会触发什么？触发这个事件，对，点下去，您按一下按钮，这样就 OK 了。好，所以基本上它的事件处理以后，任何的元件它也是会有事件，你也可以照这个模式去 run，基本上都 OK。好，那这里的话，我想各位先试试看，把这地方把它 run 起来，然后run 出来。那另外就是说，在云端上面的画面啊，这个我刚刚有把它放上去，这两个画面那除了这些之外的话，我刚刚有放了一个东西就是在我们那个分享区里面。那如果你的环境我有几个，这个4.22是在上个月吧，还是上个月做的4.22？那这个月的话就刚刚的如果说你的环境不 OK，会有什么问题然后你一直在找不出问题的话，你也可以拿我的环境。